亚洲天团五月天昨晚在中国广州举办诺亚方舟十周年进化复刻限定版演唱会，点歌环节有歌迷自曝是买黄牛票入场，随后就被当地警方追问，麻烦提供一下跟黄牛的转账记录，我们不支持黄牛的，超尴尬的场面登上了微博热搜。上次来到广州和大家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看演唱会是什么时候了？应该是没有多久以前，因为我们是从十年前的诺亚方舟回到2023年的五月天。